报告列王，属下已查明，这种寄生妖魔叫做鳞皮妖兵，受鳞皮妖母统领，以往是没有传染性的，但现在可能出现了异变，进阶成了我们所没有了解过的生物。出现异变？不会无端异变的，到底是何人所为呢？这种妖怪假如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话，就会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将能量输送给鳞皮妖母，而被寄生的人会因此被抽空生命，直接死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，至少不能让那只鳞皮妖魔察觉到我们有大规模的行动。知道我就不费那么大劲了，你一个最低级的光耀剂就能把它秒了。这种寄生妖魔似乎非常怕光，范墨，看来你找到了一个好帮手。哦，我该叫你莫凡，大骗子。原来如此。小心啊！你果然也是中阶魔法师，新生斗兽大赛上怎么不出手？我一个光系中阶有什么用啊？而且我拆自家兄弟台做什么？哦，到底是什么怪物，竟然把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变成这副模样？是寄生传染型的妖魔，这个体育馆里面被寄生的人不在少数。校方知道了吗？通知了，应该很快会采取措施的。那就好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是自动门在启动。莫凡，体育馆所有出口都被封住了。封住了？是校方和猎者联盟的决定，他们不能让任何一个携带寄生血的人跑出去，否则后患无穷，所以必须采取封锁隔离策略。搞什么呀？如何是好啊？青校区里大部分都是初阶魔法师，面对这些有寄生能力的妖魔，可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的呀。李院士，体育馆里应该有六七千学生，天知道被寄生的人到底有多少啊。万一酿成校园惨案，我们每个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呢。难道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干看着？除了封锁隔离，就在这坐以待毙？得杀掉鳞皮妖魔，妖魔一死，所有的寄生鳞皮妖兵也将自行灭亡。鳞皮妖母实力如何？小朋友，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。玲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封锁的时候没有弄出太大动静吧？放心，我们行动非常小心，要不是因为担心惊动鳞皮妖母，我们早就冲进去了。这般小妖小怪，我和西明长官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哟，这不是青天猎所的猎妖小天才玲玲吗？小丫头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啊，
我和我的搭档之前对付过两只鳞皮妖怪，熊体被我的搭档当场击杀了，现在躲在体育馆内的鳞皮妖母很可能就是之前逃走的雌体。经过我的观察，这些红点虽然很无规则的行动，四处行凶，但是总会有一些女妖会到体育馆的这个地方。这里是？是大场馆内的自动升降台。不用的时候都是吊在空中的，并且四周有防护网，这个装置平常不会用到。对了，今天演唱会上会使用。怎么过去？三楼有个小通道，可以直接进入到升降舞台。琳琳，你的意思是那个妖母现在很可能是躲在那个升降台里面？从那个高度可以俯视到整个大体育馆吗？是的。事不宜迟，马上派人去把这妖母给铲除了。不行，这鳞皮妖母明显颇有智慧，她站在高处恐怕也是要把控全局，我们贸然进去一定会被她察觉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这样干等着呀。玲玲，你刚才说的那个杀死了鳞皮熊体的人是谁？叫莫凡，他正在体育馆里面救人。你的这个搭档实力应该不错，不如让他去对付鳞皮妖母。你可真厉害，这种妖魔我们多人联手都未必对付得了，你一个人却解决了这么多。还好吧，保护女生义不容辞嘛。啊，你别泡妞了，想办法出去啊。莫凡，莫凡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馆内藏着一只鳞皮妖魔。女妖妖魔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总之妖魔一旦狗急跳墙的话，所有被寄生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叫猎法师赶紧行动吧。他们来了，连猎王都来了，可是无法进去，学校方面现在也不敢轻易出手，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妖物不会察觉的入口。哎，你是什么表情啊？事态很严重吗？哎呀，莫凡。嗯，大家希望你能出手去灭掉那个妖魔。我去，怎么样？他答应了，不过他说事成之后学校要给他一份价值不菲的奖励。行，换作是别的学生我还有一些担心，莫凡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。让一个学生去对付鳞皮妖母，简直天方夜谭。论猎妖的本领，恐怕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专业。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有些草率。入口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就继续找。哎，咱们去哪儿？三楼升降台。哎，赵满意，不是我瞧不上你，光系魔法对那些女妖有致命效果，但是三楼上可能聚集着更难对付的妖魔，而且对他们下手还得掌握好轻重，既不能摧毁他们的身躯，又要打得他们无法回击，所以待会儿女妖交给你，其他的你不要轻举妄动。那行，莫凡，事先说好，你为钱我为名，但有生命危险我还是会转身就走的，我最多力所能及，不代表我要搭上自己的性命。嗯，走吧。你等下，你魏明什么意思啊？也不用瞒你，我是赵氏世家的，我家的影响力不输给木奴娇所在的世家，但世家弟子并非都是作威作福，我们既要出类拔萃，还要为世家招揽人才，倘若这次我能够成为解救危机的人，帮助世家提升名望，我会更加受到重视。世家之争确实复杂，名头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我臭名昭著了，就算解决了这次巨大的隐患，我估计也就一个洗白罢了。行，这件事要是解决了，头功归你。这么爽快，那我也不让你吃亏啊，开个价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一件一模具，怎么样？你啊，自己去吧。要不灵机雷肘，不答应那我就自己去，反正你也没什么战斗力，保护手段我自己有。上千万的东西，你可真够狠的。成交了。
成交。想要一模具就去参加猎人大赛，四年一次，奖励是国内最奢。三楼现在全是红点，我们还有心思在这里讨论邀功的事，真是幼稚，快干活去。我们快到了，一定要灭掉妖魔，否则你们可能被一大群女妖给包围，那个时候你们就没有活路了。莫凡，你不怕吗？比这更危险的场面我都见过，算不得什么。这里交给我，你自己小心。是暗影技能的模具吗？都来吧，只是我怕你们会吃不消哦。木凡，再快点！我到了你说的那个升降台入口，这里有一些人，那个明星身边围着一堆工作人员，都护着那个女明星。难道还要谢谢大家的支持了？哪里哪里。我的大小姐，你可要注意一点啊！万一这升降台出了啥问题，我可没法跟老总交代。不会的啦，师傅，你可控制好了。别让我们家兔兔摔着了。放心，这装置不会有问题的。小姑娘，进来吧，你的表演要开始了。好了，下降了。你不用紧张，这么大的演唱会，当然会紧张啊。啊！但是今天我才是这里的主角。谢谢你的这次演唱会。